哦，又要重按了哦！我要坐在你，哦哟，谁一直搬桌啦？又按了啦！我要换背景，换什么？换什么背景？来，先抽物品啊！我们这次抽多一点好不好，我们在教堂上玩好了啦。哦，好亮，还超黄，好亮，好亮，好亮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！换一个，太难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而且我一个换一个，哎，这牌太亮了，我换一个，我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我们在森林里面，这太难了吧？我还是那么亮啊！森林玩怎么也是一样啊？森林怎么那么亮啊？那不能再白天跟亮啊！换掉了啊！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子可以，可以，哦，这个可以。室内是有一种在桌游店玩的感觉，是不是多两张？桌游店的地方，卡片比较多啊。对啊，卡片上多一张，我多了，哦，故意的嘛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。OK OK， 好，七张多两那我们这次，那这次就换哲平好了，哲平也没有开头过嘛。不要啊！你有没有抽到丑陋的啊？报复一下。丑陋的雨夜。哎，我哎，哲平，哲平，我跟你讲，你不一定抽不到丑陋，没关系，你就直接讲。你可以直接讲，没关系啊，不一定要卡片上。你会怕被别人抢走，对吧？好了好了，你可以讲个丑陋的愉悦啊，人家就抢走，你就干他的事，不是你的事。好，我来讲哦。从前有一群作恶多端会飞翔的那个丑陋的那个坏人，是我们的大道无忧卫大不是无忧卫门，大道陨月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陨月会飞就对了。然后那个国王国王抓住了他们之后呢，把他们丢到了那个。来，我要讲很快哦。有河流的沼泽里面的那个教堂的地牢里面。公傻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不能这样，一句话这么多了。不行啊！啊，慢慢来。我说有河流的沼泽附近的教堂的地下的地牢里面。太多扯了啦！那你直接说，旁边你的河流旁边有个沼泽，哎，干嘛？里面有一个地牢。对对对对，谢谢。旁边有一座教堂。嗯，对。然后因为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国王的继母就跟他讲说，嗯，哎，把那些坏人都丢到那个，不一样哎，不一样哎，啊，他没有继母角色啊，不然要用什么？这里啊，他有继母啊，继母有啊，他继母角色，他有丢继母角色出来，继母就说把这些犯人都处理掉，所以最后这些犯人就被丢进。里面超贵，什么烂透，烂透了。犯人就是陨月啊，丑陋的陨月啊，他们用了飞翔魔法到处作乱啊，然后就被、那個、可是他会飞耶、欸。对啊，可是被抓住啦、啊。他为什么会飞？飞进井里，他可以再飞起来啊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没有啊，就是说没有，他就为了要困住他，所以把他困住在那个河流旁边沼泽地的那个教堂中央的地牢里面，因为那个沼泽会把他黏住啊，对不对？他飞不起来啊，所以那个继母就觉得他太麻烦，所以就把他处理掉，然后最后犯人都被丢到井里面去了、啊，酷啊！他弹走了，弹回你的手牌里面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会飞翔，其实我觉得就可以。对，我觉得是因为那个飞翔的关系。我觉得是因为上一题啊。一点，然后慢慢讲那样子。你太急了啦。因为你感觉只是为了要丢牌。你刚最后面那个最后解释的那一串，我觉得很 OK 啊。可是你就是慢慢讲那一串，慢慢来这样子。你干嘛那么急？你要慢慢地。让我们有机会插嘛。对啊。讲什么啦？听起来很不舒服。好，那就讲到这边啊，你们要插哪边？插，不是，你要形容啊？没有啦，我觉得他这个就让他 pass 啊，因为其实刚刚雨月也是这样嘛，啊就下一个嘛，对啊，就下一个啊，就下一个。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规定，要规定你在一句话形容的时候，就是在你讲故事的一段话里面，不能把所有地点都塞进去啊？可是那要怎么规定啊？几句话讲了，他拿到超多。这个很，这个还蛮难规定。这个其实蛮难规定。我觉得这个我们就自我约束啦，就是变到说我们自己讲故事要知道说你不要太，就是至少要让他是那个会讲，就是会讲，你知道吗？全部连在一起。哎呀、啊，就是自己那个我们自己弄就好了。嗯，对啊，就这样子吧。哎呦，啊、哦，你们弄乱了，重来重来。犯错了，弄乱了，不要吧！我不想再坐在团团腿上了。重弄一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这里还没丢出去。不是啊，你们都已经乱了、啊，那就重来了吧。哦，团团、啊，好了。哎、欸，明明弄乱都是你们，关我屁事。凶巴巴。
是谁呢？我被恭维啊！凶巴巴，来，然后再说人凶巴巴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嗯，哇，好，我的好容易都被中断了，我的妈！那就换谁啊？把哈基好了，我吗？哈基王子。好，有一天有个哈基王子。哎，太准了吧！好了，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哈基王子呢，他在一座城市里面，嗯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哈基王子他、他说接受到任务，他的任务是要去讨伐巨人，他不是要讨伐巨人，他是讨伐某一个孤儿。他不是要讨伐孤儿，讨伐孤儿吗？他不是要讨伐孤儿，他是要讨伐一个老巨人。也可以。孤儿的巨人，孤儿的巨人差两个啦，孤儿的巨人差一个啦。老巨人不行吗？不是啦，这比就跟打麻将一样，你碰要看谁先喊碰啦。对对对，有一个人已经先喊了。好，一个孤 okay, 一个巨人孤儿嘛。对，他是一个孤儿嘛。哎、欸，我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好，他要讨伐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是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王子要讨伐孤儿巨人。好，所以呢，王子他不一定是要去巨人啊，他只要是孤儿就好。嗯对，没关系，我就接了哈基的巨人，我就接了哈基巨人，故人巨人嘛。好，然后呢，于是故人巨人，故人巨人，故人巨人。所以呢，哎、欸，这个王子呢，他就呢，慢慢的走，他要走到森林里面，因为呢，据说这个巨人的孤儿、哦，他在这个住在深山里，好绕口，森林里面，他住在森林里面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然后呢，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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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，哎、欸，但是呢，嗯。因为呢，这个哈基王子哦，他对于这个认路上哦，有点不太会，然后整体的智商呢，显得都有点愚笨哦。对，所以又来了，多愚笨，每次都要你才笨的。所以呢，哎，他就一直找不到路，然后呢，就走着走着，哎呀，一不小心的就落入了这个孤儿巨人的所设的陷阱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愚笨的王子呢。他就在陷阱里面看着天空，嗯，然后呢，这时这个孤儿巨人就来了，就说：“哎呦哎呦，没想到这个王子居然落入到我这个陷阱里了啊！哎呀哎呀，等等等等，所以他们相遇了，对对对，对相遇了。好，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做啊。”嗯、好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我觉得每一次团团的角色都哎呦哎呦的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哎呦好，放，好好换小雨，换小雨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哈基王子啊，他就被抓住了，然后那个巨人啊，就对他说，巨儿孤人了、啊，巨儿孤人，孤儿巨儿孤人，孤儿巨人，孤儿巨人好了，孤儿巨人，哈哈哈哈哈，到底是谁？他说：“哎呦哎呦，有没有抓住啊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哼，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来讨伐我，可是我要对你下一个魔咒。”哎，等一下，你说讨伐是不是那个禁忌啊？讨伐？嗯嗯，就是对战 啊，禁忌啊，打架还没打吧？还没啊？不是不是，竞技那个是比赛，就两个人比同一件事情，那才是竞技。哦、嗯、好，对对。他说我要把你变成一只青蛙，而且变成一只有点什么，有点愚笨的青蛙。对，愚笨的青蛙，愚笨的。不用变愚笨了，他本身就是愚笨的青蛙王子。不，他不是愚笨，他只是有点恍惚。没有那个你状态要在他愚笨的时候。我的卡是那个、啊。他讲出的是那个，对，他的愚笨只是用状态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扭转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他怎样卡不行？你说他那个不是他下面有个角色卡，对，所以他只能用角色的中断。然后这个是他进那个状态。他这个上面有一个状态。那中断，那什么状态？一问的时候就应该中断。对，你应该一问就要中断。所以他是老青蛙。是可以，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好，那他就变成一只老青蛙了。而且他不单单是一只老青蛙，还是会变成老青蛙了。会说话的青蛙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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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说话，他是发疯的青蛙。太多属性了啦。
哎、欸，那我是不是要抽牌？投，对，抽一张。你被中断了。他是一个会发疯的老青蛙哦，嗯啊，而且还很笨哦。对他很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自我变老青蛙、哦，这叫 LKK 啊，发疯的笨老青蛙，发疯的笨老青蛙，对不是，不是去了吗？好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发疯的愚笨老青蛙哦，他被变完了之后呢，他就一个不知所措。所以呢，他就这样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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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看到了前方。哎、欸，应该说跳着跳着才对，他是用跳的。好，跳着跳着跳着，跳进了一个很奇妙的小屋里面。然后呢，没想到啪叽，他的小脚又被夹伤了。这个时候，小屋里突然窜出了一个小孩子。一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妈，门口有一只。”被夹伤的青蛙妈妈哦，可恶！所以是这个青蛙嘛？哎、欸，已经脱离了那个巨人孤儿巨人，然后带他的票来到了这边，然后遇到小屋刚没出道，小屋刚没出道，遇到谁？遇到小孩子？没、嗯、有，他是跳进小屋，然后呢就被夹到，被陷阱夹到、嗯，然后小孩出来就叫说：“妈，门口有一只青蛙！”妈，我被中断啦！欸、等一下，你看这个小孩、啊，他这個图上真的有青蛙，他抓青蛙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为什么？太好笑了，好邪门哦、喔欸，好邪门哦、喔，好扯啊、喔！那妈妈旁边的小孩有没有抓的青蛙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没有了，没有没有，抓着小孩，好，换你，抓着小孩。这个哈记变青蛙之后呢，跳到这个小屋里面。那被这个小孩啊，这个小孩其实叫做团团，啊、然后呢，他的转身叫他爸爸妈妈啊，妈妈叫做小雨，爸爸叫做这要讲清楚说明白了，你听对了，喵，那就叫只有妈妈，爸爸也有他啊你刚刚说他们是丈夫或太太吗？没关系，你有角色卡，直接被车抢走。抢我们妈妈的名字就被冲过来了。我只抢。所以就是他是丈夫，所以就是那个喵喵哈爸爸嘛，跟小雨妈妈，对。嗯，那他们就跟那个怎么办？我觉得下面又要刷一片妙花是男的了啦。他们就说你要不要跟这个青蛙比赛啊？啊、哦，他们受伤，哎呦、欸，好坏哦，受伤了。那现在就跟一个垂死的青蛙比赛、啊。可以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好啊，可是他们要去哪里比赛呢？那他爸爸妈妈就说啊，那个山脉上面啊，家里附近的山脉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你出来，哎、哦欸，然后山妹那边不是有一只很可怕的龙吗？哦，又有龙了，多一只龙啊！那龙是不是跟隐约很像？哦，没有那个杰克，那个龙叫做杰克史泰龙，杰克龙啊。什么龙？杰克龙，杰克史泰龙啊！哦，好好好，对啊，然后你去找你跟那个青蛙跟那个啊、去那个山上啊山脉那边找那个杰克史泰龙，哎、欸，是比赛找吗？啊？是比赛吗？对啊，是比赛，竞技啊，竞技 啊，就是比赛啊，比看谁先到吗？比赛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还没讲完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打篮球啊，打篮球，你说到上面的龙嘛？什么东西？那一只龙是不是跟王子是敌人啊？不是啊，当然不是啊，他们是一起玩的玩伴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可以直接中断啊，你可以直接中断、啊。没有，你其实可以直接中断、啊，你可以直接中断、啊。刚才中断卡可以，对啊，那中断卡可以。好，那就换你。是这个龙跟谁是敌人啊？对啊，没龙。其实他这不一定要龙，因为他中断是可以直接把它换成直接改过去。对啊，其实可以直接改过去。是一只愚笨的熊猫也可以啊。他是一个敌人熊猫啊。对啊，他不是要去山上啊？就山上有他们的敌人啊。不要这样，杰克史泰龙也要活着、啊。你就看影月要不要留着龙吧。要不要沿用啊？对啊，對啊你看杰克史泰龙啊。哎、欸，记得抽卡，记得抽卡。被断了要抽一张杰克史泰龙啊，杰克史泰龙是吧？对，等一下，让我想想啊、哦，杰克史泰龙，然后青蛙下来是上去要跟杰克史泰龙打架的吗？哼、
所以我想想，他是在山上啊哈。哎、等一下啊，那不是跟小孩在比什么吗？是要跟小孩去一起，那应该是讲座，应该是跟小孩一起竞技比，说看谁可以先上去山上把这敌人打爆。对啊，这父母竟然命令一只青蛙和小孩去出笼，还是一只垂死的青蛙。哦，我有画面的，天啊！对，好会，我浪里斯泰龙。嗯，那现在是小孩跟青蛙上山，然后要去打敌人。OK， 好，嗯，那。他们要打的敌人呢，其实在山上的一座高塔上面。嗯嗯，哎、欸，放放你们放在山，哎、欸，山脉啊，山脉、啊、山脉、啊、的高塔，对啊，山脉高塔。哦、啊、好。那因为呢，在这路途上面啦、啊，他们其实要走好几天、好几夜，所以他们在路途上面好几夜是吧？抽卡了，好几夜，抽回来了。